时啊，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嘛，从台湾，从中国，从马来西亚，新加坡。我刚刚下飞机的时候，台湾同乡会的会长吴先生告诉我，在这个新几内亚就从台湾来的人只有40个人，那40个人里面大概有10个是学生，实际上每一次能够聚会的大概只有20个人。告诉我这一边的一些状况。那么这两天我们参观了一下，知道新几内亚这个岛屿，这个岛屿的面积很大，有13个台湾大。13个台湾大，人口呢只有500万，资源呢非常丰富，可惜都没有能开发。那么开发一定要政府跟人民密切的合作，首先要建立共识，建立共识方法要靠教育，中国古人常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这是建立一个国家，建立一个政权，领导人民最重要的就是教学，教学为先，唯有教学呢才能够提升人民的文化水平，知道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所以文化水平不能提升，在这样丰富资源环境之下还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所以这些事情应当要靠政府来努力，特别呢这个各国宗教领导人、传教士、神职人员，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我接触这个这边的大主教、神父跟伊斯兰教的阿訇，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。那么我们希望这些宗教的神职人员能够发现，能够推广神爱世人，帮助这个地区发展教育。我发展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师资，学校建学校不困难，老师困难，到什么地方去找师资，
就首先呢，应当培养师资。这个地区落后，落后也有落后的好处。好处在哪里呢？文明的染污这个地方没有，所以它可以从头做起。那么特别注重在道德教育，所以这个宗教神职人员如果真正在此地啊来投资教育，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，那就是它是一个净土，没有被现代科技文明所染污，所以我认为是很好的环境。神职人员真正要本着神爱世人，本着我们中国人讲的良心善意，来为这个地方的苦难人民服务。这一桩事情有意义，有价值，真正去做，我相信他会得到这个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善心人士的资助，就是要发心，那么也会有许许多多善心人士来协助，换一句话说，财力、人力、物力，我相信都没有问题，那问题呢是什么？本地这一些宗教领导政府官员有没有这种认知，有没有这种决心为这个国家人民来服务？关键在此地。佛教在此地这个信仰的人数大概不多，我相信这一边呢还是信仰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人数占的最多，那像我们在澳洲亦复如是，澳洲最近几年佛教徒成长很高，我听说在这个几年呢，澳洲佛教大概成长将近一倍，从前有十几万人呢，现在有30多万人，所以成长得很快，成长得很，这也是一个好现象。那我就问了，这是不是与移民有关系呢？他说与移民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因为很多澳洲本地人信仰佛教，他们皈依到佛教里面来，这是确实是好的现象。在现代这个时代，用中国人的说法，是天下大乱的时代，我们遇到，当然要承受众生的共业，要承受这个苦难，可是我们学了佛之后，明白因果的道理，我们要如何帮助这个世间苦难人改善
我们生活环境。改善的方法依旧是要靠教育。苦难的根源从哪里来？我们认真地思维观察，一切苦难根源是我们对于神圣的教诲丧失了信心。西方人不相信上帝了，不相信耶稣了，东方人不相信佛陀，不相信孔子，迷信科学技术，以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，能解决一切问题。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那么进步到现代这个时代，科学技术可以毁灭地球。而且呢，科学家告诉我，现在这些科学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啊，不是一次。于是一般人感到恐怖，唯恐第三次世界大战。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，不是从前那种战争，核武战争，生化武器的战争，是毁灭性的战争。所以许多宗教里头有预言，包括圣经里面的启示录，讲这个战争是世界末日，这个战争要爆发，整个世界文明全部毁齐。那人要过什么生活呢？我们今天去参观的全世界人类都要过这个生活，确实非常恐怖啊，非常可怕了。那么第三次大战会不会爆发？我们一般人心里都很明了啊，非常可能。但是真正深入佛法的人了解，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真相是什么呢？你在《心经》里面看到的，不生不灭。真相是不生不灭，你知道这个真相，事实真相，那么你灾难来的时候，你不会有恐怖。知道说，死亡就是新生，我是永生的，不会死的。死是什么？这个身体。身体不是我，所以一般人误会身体是我，对于死亡就非常恐怖。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什么呢？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，是我所有的。像衣服，衣服呢，我所有的。你看衣服穿脏了，穿破了，马上脱下换一件新的。身体也是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这个身体用的时间用久了，用了几十年了，老了，不好使用了，把这个身体丢掉，换一个新的。
邪身瘦身呢，就跟换衣服一样啊，你有什么恐怖啊？你很欢喜呀、啊，去换个身体呀、啊，啊，所以了解事实真相呢，我们对于生死、对于灾难呢，一点恐怖的心都没有，不害怕。啊，知道是知道，这个是我们换身体的时候。啊，那么希望呢，我们越换越好啊，不要越换越差了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有十法界。啊，那比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好的，有天人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天还有上面的。还有更好的，啊，更好的有阿罗汉、菩萨、佛陀，那这佛陀是最好的，那比我们这个差的、不如我们的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啊，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假了。美国、加拿大有许多著名的学者研究。前世今生，研究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，啊，在这个半个世纪五六十年当中啊，他们有很好的成绩，啊，提出的报告有几千种啊，啊，我在这个美国学校找了一位教授。给我收集这些资料，啊，收集最著名的，啊，提起大家都能够知道的，啊，他给我收集了三十几种，啊，证明人确确实实有前世，有今生。既然有前世有今生，当然就有。来世啊，所以这个三世轮回现在这个西方人逐渐的发现认识肯定，啊，而且呢能够证实人跟前世啊有关系啊，我们这个人这一生与前世的因果有关系，啊，既然肯定有关系的，那我们就想到来生跟今生呢一定有关系。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人与人的关系有四种啊，一种是报恩，这关系非常好；一种是报怨，那关系非常坏，冤冤相报；一种是讨债，啊，这个不是好事情，啊，是你过去欠别人；一种是还债，是他欠你的，他来还你的。就佛讲啊，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外乎这四种。啊，我们真正明了。事实真相，我们给人结善缘，啊，我们欢喜还债，啊，布施做还债相，啊，别人欠我们的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舍弃也是布施，啊，布施是一切世间福报的根源，啊，我们人间有福报啊，恶鬼里头也有福报啊，出生里的也有福报啊。你看看许多这个有钱人家养的宠物，那都是他有福啊，他是出生啊，他有福啊，他的生活环境比人还好啊。啊，他一家人有的时候还矛盾呢，还彼此还闹意见呢。但是一家人对于他那个宠物啊一样的爱心，没有一个不爱这个宠物。畜生里头有福的，
啊，天上天人也有有福的，也有没这个福报少的。啊，福报从哪里修呢？从布施。啊，从真诚，啊，诚诚恳恳的，热心去帮助别人，啊，照顾别人，啊，我们自己就会修福。啊，即使过去生中没有修福，啊，现在过很贫穷的日子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一生现在开始修，来得及啊！如果真的肯修，你的生活环境一年比一年好。啊，这个佛门这些年提倡一个小册子，印光大师提倡《了凡四训》。啊，我们读这本书之后，你就晓得了凡先生接受云谷大师的指导，他能够依教奉行，在一生当中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。啊，福报增长，啊，地位呀，提升，寿命啊也延长了。啊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呀，他活到70多岁呀，他多活了20年了。这个呢，都是这一生当中改变过来的呀，所以命运啊可以改呀，改造命运都要靠智慧，都要靠教学。啊，所以佛教昨天实在是时间太短，啊，我是简简单单。把佛教的这个渊源、历史、真相告诉大家。啊，因为今天社会，特别是西方人，对佛教误会很深呐。他们把佛教看成一个宗教，而且是多神教、泛神教。啊，多神教、泛神教就是低级宗教。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，一个真神。啊，他说这佛教什么都拜。啊，这个神像那么多，所以把我们贬成低级宗教。这个误会很严重。啊，这个误会呀，造成很大的不幸。啊，谁的不幸？是他自己。他自己不愿意学习，啊，那么佛教里面许许多多好东西，这些东西确确实实能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，啊，从你个人家庭事业到整个世界问题都能解决，啊，但是因为误会，不知道佛教是什么，不愿意来学习，所以这些智慧能力当面错过，这是很大很大的不幸啊。啊，那么造成这个现象，我们决定不能怪社会大众。啊，佛门这些出家弟子他有责任，他自己没有好好的去学习，啊，没有能够把佛陀教诲落实，啊，当然更不能呢把经典里面那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啊，能够透彻地讲解给社会大众。啊，所以过失啊不能怪社会大众，要怪佛门自己，特别是出家的四众弟子。啊，这是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。啊，
他们没有尽到责任，没有深入经藏。那我们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要晓得佛教是教育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，做了50年，从30岁到80岁，那么他的影响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影响，在时间上来说，12000年，在空间上来讲呢，影响到全世界。所以有人问我，这个世界会不会毁灭，会不会有末日？我说不会。我凭什么讲不会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影响12000年，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到今年才只3000年，后面还有9000年呢。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有末日呢？还有9000年呢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但是灾难肯定是有。为什么有呢？人心不善，邪气圣贤的教诲，所作所为是恶，起心动念不善，言语不善，行为不善，那不善的业一定会受不善的果报，这是真理。这就是灾难怎么来的，灾难是我们心行不善而赶得来的。那这个灾难能不能挽救呢？难。你这个念头再回头啊，这个灾难就没有。所以我们的心要善良，我们的行为善良，这个灾难就改过来了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，境随心转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话说的太多太多了。这些在最近日本人他们有一个小组研究水研究水的结晶，研究了8年，现在提出了报告这个报告里头告诉我们，水有灵性，我们喝这杯水的时候，以善心感恩的心喝这杯水呀，它对你的营养100%。如果你喝这杯水的时候是发怒发脾气嗔恨心，这杯水喝下去对你的身体有伤害，它里头有毒。就是水会听会看懂得人的意思，这个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。所以整个宇宙一切众生，这个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一块布是众生，众缘和合生起的这一块砖也是众生外面的泥沙是众生，树木花草是众生，都懂得人的意思，都会听的，这不他也会听啊，他也会看啊，他也懂得我们心里的意思不仅仅是水佛在楞严经上讲的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日本人这个报告，我一看到之后，
我就想到佛在经上讲的话，不只是水啊，一切万物都会看，都会听，都懂得人的意思啊。人心善行善，所有物质都变得非常善美啊。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呢？没有别的，人心好啊，念头好，行为好啊，所以一切的物质都变成无量的珍宝啊。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无着卧室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善，行为不善，所以物质就变成很丑陋，就像这一杯水一样，善心它变得很美啊，卧心变得很丑陋，境随心转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一些众生的人，如果人心都是纯善纯净，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所以诸佛如来啊，菩萨罗汉，他们在这个世间，他不搞别的行业，专门教学。啊，他们从事的事业就是今天这个澳洲常常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。他自己进入这个境界，进入这个境界，这世界美啊。一个人进入，一个人得受用啊，十个人进入，十个人得受用。进入之后，这个世界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。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平等，我们这个世界跟华藏世界平等啊，我们的身相跟诸佛如来的身相平等啊，没有一样不平等的啊。真正契入，这才有受用啊，你真正得到受用啊。这个受用最明显的，我在讲习里头常讲，你的相貌变了啊，你的相貌变成佛菩萨的相貌啊，你的体质变了啊，体质变得像经上所讲的金刚不坏身啊，啊，这个话一般还是很难体会。我们说的白一点，通俗一点，你的相貌变得非常圆满啊，看人家看到你这个相，你的相貌慈悲，你的相貌充满智慧啊，你的身体健康强壮，没有一丝好的疾病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，所以你的世界一切是正常的，正常的就是健康的啊。你要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烦恼，有忧虑，你的心不正常。那不正常呢，你里面所有这个生理的时候慢慢也变成不正常了，不正常就生病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从这个水的这个观察的试验，我们得到证明啊。啊，希望这些科学家再更进一步去研究一切万物，研究微尘啊，你会发现他也会听，他也会看，他也懂得你的意思。所有一切万物都如此啊。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
这小动物可以沟通啊。蚊虫、蚂蚁，苍蝇常常来骚扰我们。它为什么来骚扰我们？我们过去曾经骚扰过它，它来报复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就可以给他讲理了，我们可以和平共存，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帮助，我们房子里面你不要来骚扰我，你在户外生活，他来都是找东西吃，我们会供养你，我把你所需要的东西放在这个户外，他懂得，他就不会到房间里来了。房间里偶尔有个一只两只，他大概是来观光旅游的，来看看我们生活环境的。我们可以请他出去，是能沟通吗？不可以杀，杀了什么？结冤仇。杀不尽的，越杀越多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这为什么不沟通？沟通很有效果。外面一些植物，我们种的这个花草树木，我们用爱心对待它，尊重它。花开得特别美，特别香，叶特别绿，特别茂盛，他懂得人的意思，他会回报，我们爱护他了，他也会爱护我们，我们供养他，他也能供养我们，所以不但是与一切人要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要对一切万物，花草树木，乃至于对我们底下脚踏的泥沙，都要平等，要尊重，要爱护，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。记住佛在经上常讲啊，虚空法界，一切万物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跟我们的心想有密切的关系。心性能现，我们的念头能改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改变，能改变它的形象，不会改变它的灵性。灵性是永恒不变的，不生不灭。那个灵性是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真心跟万物的真心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心。所以真正通达明了，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什么关系，是一体，关系非常密切。到这个时候，你的诚意，你的爱心，你的关怀都能够充满虚空法界，入这个境界，这就是化身菩萨，这就是诸佛如来。所以佛法它的教学是真实究竟圆满。那今天我们回过头来，在现前生活环境当中，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？观经佛教导我们敬业三福，三条是一句话，是教给我们下手入门之处。第一句话叫我们孝养父母，
一定要懂得孝顺父母。第二句话，奉事师长，因为父母，我们这个色身、肉身，得自于父母，父母对我们的恩惠最大。你看第二，老师，我们的聪明智慧是得自于老师，所以老师是我们的化身父母。我们父母是肉身的，肉身得自父母，我们的化身智慧是得自于老师，这两个是根本呐。我们把它发扬光大，我们对于一切众生，这佛在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是我们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佛是老师，所以我们的孝敬，我们的奉事，这一扩大呢，就对于一切众生。大乘佛法的入门是从这地方下手啊！我们无条件的尊重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照顾一切众生。这为什么？他是我过去父母，他是未来诸佛。这个基础的教学要这样的落实，能这样的落实呢，这个人是大乘根性，这个人有条件修学如来的大乘教，那没有这么大的心量，心量还很小，只照顾自己，不能照顾别人，佛也教你小乘教。小乘教是先教导你怎样把自己照顾好，慢慢的再推广照顾别人。佛教导众生呢，确实因时因地因人因事，他的方法太多太多了，所教导的内容个个不相同，但是肯定能叫所有学习的人现在就得到殊胜的利益。你的心量大，你得大利益；你心量小，得小利益，没有不得利益的。那我们学习应当怎样学？应当要听课。听讲经就是听课，每一天要学习，学习决定不能间断，时间长了，渐渐你明白了，你觉悟了，明了觉悟，你不但能改善你这一生的命运，而且你还能够决定来生来世的命运。那么现在真正想接受佛的教学，老师不容易找啊。能够讲解真正的其如这样的善知识越来越少。可是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，在网际网络、卫星电视，那么最方便的呢，那是我们能够得到讲经的这个光碟，得到这个录音录像，
一遍一遍反复地去听去学习，只要你有恒心有耐心啊，不断地去学习啊，不间断地学习，能有两三年你就开悟了，你就明了了。啊，学习的时间越长越好。啊，每一天，啊，我们如果真正想得佛法利益，每一天学习不能少过两个小时。啊，如果工作不太繁忙的时候，每一天能够学习四个小时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，现在在许许多多地区，有一些退休的老人，他没有工作了，他每一天呢学习八个小时，进步很快呀。几个月之后啊，写信给我，传真给我，打电话给我，他们得到的利益啊，一天八个小时啊，大概是三个月之后，他的感受就完全不相同啊。所以佛教是教学，教学不能不上课啊，每一天到寺庙里拜拜，那是形式啊，那是外表，你智慧不开，你的思想观念转不过来，你得到的利益非常非常有限啊，所以一定要上课，一定要好好学习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距离东南亚这些国家地区啊，现在交通便捷啊，这些教材啊很容易取得啊，我们在新加坡有，在香港有，在澳洲也有啊，这些这个光碟的时候都可以送到这边来啊，大家在道场听，在家里面也可以听啊，家里面听，跟家人在一起听，这最好啊，一家学佛，一家幸福啊。好，这一次我们的缘分也很殊胜啊，但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在等着我做。今天呢我就要离开了啊，离开大概休息一天啊，后天我的工作要恢复正常啊，我的工作是教学啊，每天我上课四小时啊。那么现在讲的是华严经啊，希望诸位在佛法奠定基础之后啊，能够有机会呀学习这一部大经啊，这部大经会帮助你啊，会带来给你许许多多的智慧，会帮助你解决啊生活、事业、处事待人接物啊许许多多疑难的问题啊，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美满的一生啊。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呢就到这个地方啊，谢谢大家。